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郭碧婷和向佐在一起了，也让网友们羡慕嫉妒。郭碧婷是清纯女神，向佐其实长相不差，两人的搭配就像是美女与野兽。向佐家中有权有势有地位，郭碧婷嫁到向家也是一种福气。其实不少网友们也是各种调侃，可能因为嫉妒两个人太优秀了，因此才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吧。而最近向佐和郭碧婷一同参加一档综艺节目，在节目中两个人也如同连体婴儿一样形影不离。不得不说向佐是非常爱郭碧婷了，但在当中郭碧婷和向佐也发生了一些矛盾。当中郭碧婷就发飙质问向佐，我重要还是你妈重要？对于这个难解的问题，向佐并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哄郭碧婷不要闹了。而坐在观察室里的向太脸色大变，可以看得出来向太并不满意郭碧婷提出的这个问题。不少网友看到这里也是直言日后郭碧婷在向家不好过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